起撑伞，就算不安也不会感到孤单。香港知名作曲人黎系与其他音乐人2014年为香港雨伞运动特地制作这首歌，感谢无私奉献的示威学生表达他的支持。从这首歌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态度，也和香港许多民众一样对民主渴望。就像黎系曾说过，最希望就是能够改变这个我们不理想的世界。曾在演讲时分享灵感来源投射到现实生活中，想改变世界。黎系本名梁伟文，创作出3000多首歌词，不止粤语还有国语。第21届金曲更获得最佳作词人奖，虽然是由阿妹带领，对奖项低调，但获奖无数奠定他词神地位，不止常跟台湾天后合作。你过得怎么样，就是简单穿此曲刻画出各种心声。还有媒体报道，林夕2年前曾来台湾买房感受生活，才发现低薪资工时长，感叹台湾劳工过得好辛苦。行事低调的他，明明在大陆歌唱比赛当评审，酬劳恐比台湾高出许多，却还是愿意留空间来台讲评。然后秉彦的那个海啸呢，可能只有两级海啸的程度，再再都让人感受台湾在黎系心中占有一席之地。而黎系对台湾的关注和关心，也已经多次成为他笔下文章。三立新闻翁振祥、邱小倩台。